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默默乐园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我的世界积木的盲盒玩具。这个系列是一个僵尸，不知道是什么僵尸。这个僵尸还有一个旗子呢，但是不知道叫啥。拆包。拼装说明书，一包面。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僵尸。哦，原来是世界积木里面的那个摩登旗子僵尸。小的一颗蛋，这怎么偷的呢？喝点水太少。好，先组装旗子。后面再组装吧。先组装僵尸。僵尸下半身迎接。手臂，头部，还有一个旗子呢。旗子完成，先把手给取下来。然后旗子拿在手中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连接下半身，好，僵尸工作完成。这旗子怎么转？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我的盲盒玩具的世界积木就拼到这了。喜欢我的话，就点击下方链接，各位请免费听哦。默默玩具每天更新，拜拜。